马来西亚慈济仁义会首次在柔佛州的古莱镇举办义诊，而当地的居民对针灸很陌生，但是在医生耐心的解说下，大家还是愿意尝试。还有见习医生在义诊后决定要投入仁义会，帮助更多需要的人。举办义诊，从器具清点到场地布置，大家都很有经验，团结力量大。现场志工准备的爱心果汁就是最好的补给品。希望完整照顾到贫困居民的健康，不只是医病，医师贴心给予建议，希望能从改变生活饮食做起。Saya senang hatilah datang sini daripada Nabi keliling luar pun. Keliling gigi, keliling luar Nabi bayaran pun tak ada senang hati, tak puas hati. 对于没有尝试过中医的照顾户来说，针灸让大家感到好奇又有些紧张，但因为信任，选择把害怕的情绪交给医师。Saya boleh terima, setuju dah. Saya setuju. Saya pasti kena cuba. Macam memuas hati, macam mula-mula kepala sakit kan.Pas sekarang ada kurang sikit lah, tapi dia cocok pakai jarum je lah. 很多人不接没有接没有感没有接触到这个针灸啊，就尤其是我们马来西亚这个马来同胞很多都怕针什么样子。如果改天有印度人有这个马来族啊，把我们的这个中医里面的话养下。首次参与的见习医师也决心投入仁义会，不分种族，秉持一个信念，守护居民的健康。大爱新闻马来西亚报道。